啊，带有中亚风格，比较不厚，在上面呢有的呢上层酱彩酱色釉，有的上了酱红色釉，还有呢就是用绿色釉啊为主啊来上它，都是比较温润比较自然。那么这个凸起的部位啊，它的釉啊可以流入融入这个底釉当中去，就它跟那个这个铁花的釉啊跟底釉是融在一起的啊，融在一起的，跟这个底釉是融合在一起的啊，融合在一起的。那么深浅有致，自然啊十分协调。而这个夹的呢，它是这个铁花比较高，孤零零的，它这个上面这上面抹一个跟底下没有关系啊，跟两没有关系，就是说啊它不协调啊，不协调。这个是啊，它这个第六一点。第七一点呢，就是唐三彩上面有很多白色的斑块组成的梅花朵花啊，这个白色的釉层呢罩盖，所以光溜溜的。那么整品呢，它是用那个泥啊把这个釉挡住，所以它表面发色，防止釉层啊透过这个白色的这个范围啊影响了那个花纹。所以烧成以后呢，这个地方比较发色，这个地方比较发色。目前呢，仿制者来说很难想象，也无法着手，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鉴定的一个鉴定真假的一个要求啊，鉴定真假的要求。那我再往下啊，这件作品，这件作品呢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这个是啊，用那个磨石压出来以后，就是图案，然后上了不同的釉层。那么这个叫做针。这个叫九针，这个叫九针。你看这个唐诗里面常常歌颂这个针啊很多啊，歌颂的九针。你像李白啊，他这个行路难啊，行路难。这个李白写行路难啊，说那个行路那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呐、啊。那个难呐、啊，但是李白不得志，李白不得志，把他这个他原来不是。李白这个很有抱负的，要挂刘贵帅印啊，做大官不做小官，他很有抱负的，在宫廷写诗呢，也得到皇帝的宠爱，但是皇帝就不给他关注，就不给他关注。后来他就骂皇帝了，皇帝就把他流放在贵州，所以他要路过四川，到四川他说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是这么东西。但是呢，后来啊，走在半路上啊，这皇帝叫他回去，他就回来嘛。哎呀，他就高兴的一兴奋呢、啊，他坐船回去，朝辞北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一天就到了，他人情绪，这、就是诗人情绪化。那个酒针呢、啊，他是那李白写这个，金樽美酒斗十斤，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足不能食，拔剑四顾烟茫然。啊，烟茫然。还有那个李白写这个酒针呢、啊，他说这个将进酒写的啊。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饮，磨死金针空对月。磨死金针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聚还复来啊，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饮有三百杯的形象啊，五花马千金裘啊，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共销万古愁。那么这个三花马，这个马呀，五花马，在宫廷里的马，这个我们这些食物都是有的。我们再往下，啊，这是这个唐朝最著名的将领，就是带着这个去打那个，带着这个宣贵啊，征东打高丽的。这个在我们唐朝的名将里面呢，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名将，保卫北部江山。但是你在朝鲜人的面前，在韩国人面前，你千万别提这人才，你别提薛仁贵，他是汉贼。他说把他们呢、啊，那个时候他们带着部队啊，踏遍了朝鲜半岛。这个朝鲜人一听说这人太和薛仁贵来了，吓死了。这人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将，啊，他才是真正的这个将领。
这个墓，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墓葬起来，三元太祖墓葬起来。那么他后来呢，由于他的这个战功显赫，他作为唐太宗墓前陪葬墓，所以他死了是埋到唐太宗墓前，乾陵到昭陵，昭陵的陪葬墓，陪葬墓里出来的这个陵墓。那么这个唐三彩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开相公墓，那这样啊，你看这个，这是一个武师俑。武师俑啊，他这个唐三彩在做的时候啊，在做的时候、啊、他是这个头啊头，那么神采他分开做，分开做以后啊，他这个人上釉，但是头部啊他不上釉，头部上釉不上釉呢，他烧出来以后啊，要用那个笔墨啊来画他的这个须发，要画他的五官，要画他的这个眼睛啊，要画他的眼睛。那么这个他当时画的还是就是一般用当时唐的墨写的，墨写的这个画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到这个时候了，1300多年了，那么它是要变化的，颜色褪了，颜色一般来说褪了，老化了，也有一定的薄弱。现在画的比较清楚，现在比较清楚，就是那个毛笔画的，现在甲骨文的毛笔画的它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甲骨文的毛笔画它也要把它用那个要做出它那个薄实的线条，要做出这个掉落的线条。这个掉落怎么做？它那个小刷子，小钢丝刷子，把那个眼睛呢，眼睛毛刷一刷，哎，你看到好像掉了一样。但是你用放大镜一看呢，它的这个平行的差很，啊，这是开相工艺啊，开相工艺在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这个骆驼在游泳，它这个是伴奏的时候印度的琵琶，那么全世界古人跳的是胡腾舞啊，胡腾舞。所以这一件也是艺术作品呢，现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藏在西安地区非常优秀的墓葬的出来，宣武前辈墓出来啊，这也是啊，这也是这个两个武师俑这样子啊，这个是像那个知识分子的文艺俑啊，知识分子文艺俑，这是郑默寿啊，这郑默寿骨头就是在墓葬啊最前面，就是在宝柱王里，就是他能够这个神通很大，谁敢侵犯他，他们就像这里有坐子的，那么大家判定呢，就这个坐子是炎坐，炎是显坐子，炎是显炎到没有坐子啊，牙座，是这个原始洞，原始洞的座子。那么甲骨董呢，它是作为这个工字形的座，甲骨董是工字形的座。这个工字形的座啊，在这个民国时期就做出来了，它是一个工字形的座，上面一个塑像，上面一个塑像，日本最著名的世界陶瓷全集里面有一个狮子呢，它是做的非常好，他们还认为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宝物，但是它这个是工字形的座，它这个是假的啊，它的假的也是白胎，它这个坐姿啊，一定是这种啊，一定是这种原始洞的坐姿啊，这个底座部分，这个就是形体结构上的啊，这是这个形体结构上的，而且你看唐人的这个形体结构虽然是比较丰满一点，但是还是比较高挑，现在呢，它一般都比较粗短。这个形体结构啊，就是这个下这个第，这按照我这个编号是第九号的，就是形体上的增加，形体上的增加，这个就是这个唐朝啊，它符合比例，一般呢头和身躯跟头的比1:7，但是呢它这个假的呢1:4、1:3，它显得粗短的，这样子啊，这是一个也是骆驼在游泳，这是文武，是一个比较文静的这个地方，这样子。啊，这是三花马千军千啊，这五花马三军，这是宫廷里面的，宫廷里面它身躯很高大，但是这个底板比较薄，空腔里面呢也是有手工啊，这个压的这样子啊，这个要一个是一个火球，就唐山有没有火球，这是一个兔子啊，这唐山想的这个一个兔子，说的非常的机警，非常的机警，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猪啊，一个猪的形象啊，这个是差不多晚唐时期的啊。
啊，这是个牛。你看这个唐代的牛啊，做的非常好，它是强调它前面这层老皮，然后那个骨骼啊非常清晰，啊骨肉非常清晰，这个底板呢是比较宽，啊，就是在这个身躯结构上的。那么这是两个骆驼，这个牵骆驼的鹰要上，嗯，这是马鹰要下。这是在中国发现最好的一匹马，这个黑马，这个黑马假的很多，在洛阳。这个唐三藏，这个唐代的陶铸的啊艺术品呢，在世界上价值非常贵。在1989年呢，在香港收视率排行榜排了一匹唐马，赔出的价钱，当时的价钱呢，是1200万港币，这个是被一个台湾人买去了，在现在他自己收藏起来。所以中国的艺术品啊，卖到1亿以上的还就是个唐马，其他的还没卖到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在上海去参加那个张永珍女士捐的那个这个雍正时期的一个拔刀瓶，每月瓶呢，它4150万两。那一批都有50万呢，他转手就送这个三国。其实我对这个人不认识。那么我们作为贵宾呢，邀请去了，你去了以后，哎，他那个女儿帮我弄出来了。说你随便，你不认识我了。我说怎么了？我怎么会认识你啊？说你18年前你到过我们家。我什么时候？说1986年，1988年你到过我们家。那个时候他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他说你是我爷爷请，他爷爷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请我去，所以这次觉得以后，他也特意到北京来，到工人俱乐部，到这个国际俱乐部啊，请我们吃饭啊，请我们吃饭，叙叙旧啊，叙叙旧。他这个，但是那个唐马啊，这个塑造比他们都贵啊，那这个价钱都比他们贵，这是最好的，这是七头啊，这是这个有这么说啊，想，这是唐代有个故事。你看唐代的这个开箱工艺就说的这个，它是啊细米小眼啊小鼻子小嘴，五官集中，身躯肥胖，但是这身材比较高挑。他们讲的是丰肌秀骨，不像我们现代的这个对于这个现代妇女啊这个审美的标准。现代妇女审美的标准呢是浓密大眼、双眼皮大眼睛啊，都是大眼睛，而且你看这个在你的姿态，在你的姿态。他这个还是比较高贵的，一般的他在你姿态啊，他是他这个形象结构上，他是含胸把你胸部啊收起来的，含胸吐腹，他的肚腹吐的，然后轻微微前屈一点，就现在日本的这个老年妇女走路那个样子，就这样，他是含胸吐腹往前屈，这是那个他的这个形体结构。那现在甲骨文他不了解的，他们身躯他都不高挑，他们吐瘦的啊，短粗的，然后他肥胖是很肥胖，他腹部的那个肌肉不结实。你看这个丰肌秀骨，但是一点不臃肿，他一腹肌非常臃肿啊。另外呢，他那个胸部挺起来，他胸部挺起来，然后肚子收起来，然后臀部凸出来啊。他是按照现代妇女的形象。啊，最近我们在青岛有一个人啊，收了一大群的马呀、骆驼啊，妇女的形象，全是现代的结构，他就是在这结构上。不符合唐代好人的规律，说你哪怕给我找出一件出来，我也心满意足。我说你一件都没有，就是他那个人形象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那更贵了，贵了。你这人丰满，但是他还不臃肿。现在呢，他臃肿，他其实形体上结构的臃肿啊，他臃肿。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说那个虽然那个唐玄宗要求的美人啊，他是丰肌。秀骨，这肌肉非常丰满，但是牛肉呢，变成秀，还是很不错。那这样的美女还是不错。然后呢，脸上啊，她不怕脸上现在的这个妇女的脸上生怕有痣。我说有一个黑的，赶快找医生把它烧掉。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叫美容痣，它有还更美。没有还不行啊，他没还画呀，他脸上这个画的那个画上画的花里胡哨的，他觉得是个美啊，那个跟我们现在标准不一样，照相，照相，对啊，你看这个，刚才那个就是你看，他是这个还是很现代化的，你看那个胸部半乳哎，点高级的，那个唐诗啊，多人那个诗人写诗啊。
叫做本凶扮演嘛，本凶啊扮演夏翠柔，本凶扮演夏翠柔。所以你别说我们现在妇女的形象，唐代妇女就是她是青春妇女，她很年轻的妇女，所以她有这个打扮，一般的妇女她是没有。但是啊，现在有的作曲，哎呦，那个夏里把那个妇女的穿那个衣服垮了下来，比到后来魏演员还那个裸露啊，那个裸这个，他那个一大串那个女佣的形象，那个屁股大大的。我说你这个标准呢、啊、是按照这个埃及艳后，埃及就是埃及艳后嘛，埃及艳后像你的夸奖那种，他说我一定要当皇帝，我是最这个青春少女还是很不错，很不错，再往下，那就是啊，就是黑人形象。啊，就是昆德鲁的这个形象，再往下，啊，你这是这个青年少女在里边一个在跳舞，啊，再告诉我们一个啊，不是一个方式，就是在一个造型结构上的一个变化，造型结构上的一个鉴定，应该现在是第十点，造型结构上就是拿一个棍儿来鉴定真假，拿一个棍儿捅一捅来鉴定真假。那么就是如果你们拿到一个头颅，那么你们就拿一个棍儿从它那个底下的开膛那地方往上捅。如果那个棍儿捅到这儿，那么那个多半是真的。嗯，对，那多半是真的。如果你拿个棍儿一捅啊，捅到这儿，捅到顶上了，那是假的，因为它这个制度是分开制度的。旁人呢，他这个装束可以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他那个，所以他男人的身材，他可以安上一个妇女的这个形象，叫女扮男装。他们女人的身材呢，他也安排一个男人的形象，他男扮女装。虽然他那个在那个社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开放的。另外那个有的那个青年武士用安上一个胡人的头像啊，就是一个胡人；安上一个汉人的头像，他是汉人的将领。所以那个是说。所以他那个，你看那个，这个桃拥啊，所有的桃拥啊，你都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粘结的痕迹，他们呢是这个把它插进去啊，用泥啊把它糊好，糊好了上山用来盖着，就盖着，就看不见。但是仔细看，它是这个，因为我们在整理唐末的时候，就怕有些桃拥啊，一倒下去，它倒了。一倒下去，嘣，脑袋就掉下来了。脑袋一掉下去，你看那个老头，脑袋是实的。现在呀、啊，他自己做的陶范啊，他一边可以办，这脑袋是空的，但是呢，最近两年，就是这次在青岛看的那个，有看到脑袋是实的，是假的。因为我们的文章，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古董贩子，他也看那个，他也照着做，但是呢，他把这个破绽克服了，他那个破绽。就露出来，所以这个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绝对不能成真，呢，他的胸部的裸露，还有他的这个臀部的这个塑造，那个身材的线条的安排，那个肉的情况，那个表现，所以他是假的，又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但是呢，在起码从这个民国时候起，一直到1985年以前做的这个陶俑的甲骨董，一般都是拿个棍儿一捅，就捅出来了。完了，新加坡有一个人。花了好几十万新币啊，买了这个唐三彩。我这个鉴定那鉴定，我拿棍儿捅捅，你说拿着假的，然后根据那个证明，啊，像一张上当。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结构啊，跟制作的结构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再往下，啊，没有了。那么这个唐三彩呢，我们大家跟他介绍了这些，大概十个方面那个真假的鉴定。有机会啊，我们到博物馆，在我们故宫博物院呢，我们陶瓷组啊，不管唐三彩，它是归雕塑博物馆呢，因为这个唐三彩一般都是贵重的文物，所以一般人不准搬动，只有啊，真正的那个主要的管库员呢，他来搬动，搬到陈列室里面陈列完了，玻璃柜子锁起来，所以我们故宫的陶瓷组人呢，唐三彩磨都没磨过，就根本就上不了手。见也见不到，摸也摸不到，他不归陶瓷组管，陶瓷组不管这个。就像我们那些李慧炳啊、叶佩兰那些，他们根本摸都没摸过这个唐三彩。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那个大学里头，我整理了这个唐墓，整理了2000多座这个唐墓，
所以对这个你陶塑这个东西啊，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嘛，整理唐末的时候啊，还有就是考古发掘品，考古发掘品就没有进博物馆，就没有正式注册进博物馆还是发掘品啊，所以随时搬在手上看，打破了呢一片变两片，然后呢再来攒起来，缺了一个拿石头补，所以那个看得比较清楚，这是一个。那这个它形状大小有一般的多少关系啊？形状大小它是按照级别，它是按照这个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官，它那个级别。那么有的呢，小的只有十来多米，小的手艺很多。小的呢，这个也指头可以磨几次，但是做的工艺是一样做的。大的呢，大到这五六十公分、七八十公分的，这个很大的，它的品级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那种一个是整理的时候看到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去看，比如说在那个许先生博物馆里头，他是自己的，他私人博物馆，你不让我说你要给我看呢，你得给我准备好条件，第一弄几个枕头，第二你把那个泥毯子给我铺好，那么我的这个东西啊，爱怎么看怎么看，你管不到，不像那个国家博物馆的，我爱怎么看怎么看。另外我在那个新加坡啊，新加坡最大的一个银行啊，华人银行的董事长家，他买得起，他买得起，他就把我关到他那个屋里头，他出去应付别的事情，我在看，仔细的来看，翻来覆去，只要不打破就行。但是故宫在博物馆里头，包括你是博物馆，你要这么看啊，他跟做的都不能做，你那摸那个东西就得戴个手套，我最讨厌的，能不戴手套？要有手感嘛，看摸他戴手套啊，戴手套。这个就像国子监让学院带东西，他一定发一个手套。我说这讨厌，你什么手套？你这个东西，那东西本来就要讲究的手感啊，来接触啊，来增加认识嘛，增加感性认识嘛。你用个手套把它给住干什么？又不是在搞对象，你个手套。所以他那个这是那个人类那底下的布，还有一个呢，就釉呢，它比较润，釉呢比较润，釉呢去磨上去啊。它是比较滑润的，釉光啊不明亮，釉光啊不是很亮，但是呢它有软玻璃的光泽，它经过了1300多年的那个改组，这个找分子的重新改组，那么还有呢这个岁月的流失啊，这里还有磨损干扰，所以它的光线呢很柔软，看着是柔软的，它的光它的新烧出来呢是这样的，对，就是软玻璃全玻璃光，新玻璃是柔软的啊，新玻璃新的是这个亮很大，亮度大，有一种浮光，一种浮光。这是这个釉的方面，还有这个开片，就是这个开片啊，还有这个开片。开片呢，唐三彩马的那个开片呢，一般呢，因为它的这个釉啊比较温润，比较凝厚，所以它的开片是不张扬的，它的开片是比较细细的，一个在那个马的那个交集的部分呢、就是那个狗尾的部分呢，它是比较张扬的，它这个不是很暴力的。那么甲骨董呢，甲骨董是要么就不开片，要么开片是大片，开大片，大片一个大片有面3公分、5公分啊，十几公分的都有，这个大开片。所以呢，开片不张扬。对，开片看出来，但是呢，有的做的甲骨董啊，他是这样，他把那个因为前玻璃容易腐蚀，因为他前玻璃它的抗腐蚀能力弱，那么他就把那个东西啊拿到那个高锰酸钾的那个液里面去泡那个拿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层啊隔离光，就有一层隔离光油乎乎的，凡是那个前玻璃上出现隔离光的油乎乎的这种现象，一定是假的。一定假的，他给你看，哎，你看我这个上面有这个隔离光的，那个隔离光是那个鉴定陶器的依据，但是恰恰唐三彩如果有隔离光，如果油乎乎的现象，那绝对是假的，那现在都是假的。我们那个大量的用唐三彩那个马画的，没有一个是那个油乎乎的，是那个，因为它都干干净净，它都干干净净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甲骨董的胎呀，它是一个呢烧得很硬，一个烧得很硬，像石膏一样。来查起来啊，烧得很硬啊。一个呢，加沙子，加了沙子，它那个不是纯粹的陶土，它加了沙子，所以说呢，也是有沙，就一个大的沙子。还有那个电板，除了比较大的东西烧有电啊，一般呢，它那个三彩那个东西的电板都比较薄，
一般都比较薄，厚厚的这个一定是假的啊，现在的还是用。所以这个三彩马的鉴定呢、啊，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它前面叫攀胸，啊，后面叫揪带，啊，前面叫攀胸。他叫刘叔。啊，是。啊，挂的那个挂的真的叫刘叔。那么他呢，整体三彩呢，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他那个比如说前面那个盘胸那个佩戴啊，这个他跟后面跟那个马鞍啊跟这些他都是连在一起，还有他那个尾上那个揪带什么流苏，他是非常完整的。那么现在甲骨董呢，他为了省事儿，他那个带子啊他的做一节就到这儿就为止了，那屁股上他再来一个带子，然后肚上一流胸，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卢打啊，这个叫卢打，就是连住的对吧？哎、嗯，这个呢叫卢胆，叫卢胆。卢胆呢，它就是驼节的，所以甲骨董的马是不能跑的。一跑啊，这个人呢、啊，没穿裤子，没有扣扣子一样，他一跑，这个全掉下去了。哎、嗯，但是掉他那站不稳了。这次呢，在青岛就一个拿了十几匹马，他说你这个你哪怕跟我鉴定出一匹，我说没有说是你有一匹多几匹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的。问你这一群马能值得打仗吗？他怎么样？问你这鞭子一摇晃，让灯一跑，全裤子掉下来，裤子掉下来，我这根本就不能跑。但是呢，人家那个真的那是非常完整，那是这个上面那个攀胸，攀胸，对，林叔叔连连在一起的，还有那个马鞍，还有这个蛋马盾，都连住的，全是连住的，全是连着完整的一个系统。其实我们真正的马是一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带了一个赛马场去骑马，你前面的东西拿到，这东西拿到，它都是它可以跑，它可以跑，可以。它这个做了，它偷工减料做的这个马，它是这个一跑就掉下去了，就掉下去了。还没跟人打仗，他自己的袋子把自己马腿弹出，摔死啊！所以这个唐三彩啊，这个鉴定是，所以这个鉴定呢、啊。这个内容还是比较丰富。还有呢，就是说，国人呢、啊、有不同的这个经验，有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鉴定方式，有不同的这个鉴定的这个要点。那么各位朋友呢，接触很多，那就取长补短。那么有的呢，他是讲像我呢。就是我是从那个研究的角度，什么事情呢？要讲出一个道理。他这个东西出现，它有一种大的环境的出现，是吧？那么他为什么出现这样呢？他里头一个由表及里的统合的道理，那供大家参考。但是有的呢，就是那个，但是过往的经验，就是那个做古董啊。这个饭池经验，就是过往经验，基本的经验，所以上来就说这个这样是假的，那样是假的，这样真的，那样是假的，那么不讲任何的道理。但是有的人呢急功近利，就是我们不要你讲那些道理，我们就要你这样啊，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其实那个过眼烟云，一过了就忘了，因为他那个道理没深入下去啊。你只是说好的这样子，最后你这个这好像是，这好像不是，所以那个经验呢是不大靠得住的，就不大靠得住，那是这个没有文化的那个层次，没有研究啊，它是在表面上的一种学问，所以这个呢就是研究的时候，他们也有些经验还是可以值得借鉴啊，借鉴，我比如说否定别人，但是我想做事情呢，还是追求一个道理，它的出现的原因，比如说你为什么？你拿手机去摸那个，它里头有那个止痛药那个东西，真的，因为它那个工艺不一样，它制作工艺跟现在制作工艺不一样。哎，你不要啊！它这个叫经验不一样。那么我们呢，今天呢讲那个，洪老师，这个唐三彩它晚期的发展哦，大概在。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房顶大部分是什么时候才有？还有，唐三彩，根据我现在的研究，唐三彩是唐高宗时期，就是667年，目前发现是最早的一件唐三彩，这是在那个
啊，对了，664啊，那个真人参谋里面，他除了这个六朝的雍，啊，就是将军嘛，是将军嘛，是学院贵人将军嘛，那个呢，他是有六的，但是没有彩，有六的，有光有贵的六，没有彩。真正有彩出现呢，是这个在这个山西长治一个这个667的一个墓葬。这是大概消失有两次，这有草这地位出现。那么真正发展起来，发展比较兴盛，发展兴盛呢，就是这边啊，最兴盛的时代是唐玄宗。那么到了这个玄宗代德，那个是最兴盛的时代，玄宗、肃宗啊、德宗、代宗啊，玄啊，你看玄宗代唐玄宗嘛，玄宗代德。啊，这个西宗啊，文宗、西宗，这个这几个皇帝，这个到了这个晚唐时期，因为北方战乱比较频繁，那么这个三彩的水平逐渐下降，到晚唐五代就停下，暂时停了。但这时呢，到宋代呢，这个釉草艺术技术流传，没有失传，但是呢，它生产的这个方式呢，已经不在这个生活用具和陶俑上了。它转到建筑工艺，建筑工艺就是泥砾瓦呀、泥砾建筑啊、建筑模型啊，还有一些那个香炉啊，还有一些建筑构件呐、那些有一些人物可能塑像，也是那种比较少数的啊，那是一个风格。还有它那个砾瓦一变的，它就不流动了啊，比较死板了。死板了以后呢，它就转向琉璃了啊，以后就转向琉璃，就转向这个琉璃瓦呀，还有那个琉璃釉啊。啊，琉璃建筑转向琉璃了，所以这个唐三彩呢，它兴盛的时间呢，大概就是150多年的时间，这它叫做最兴盛。它还有什么问题？唐三彩。那最近仿的这个唐三彩的仿制啊，唐三彩病人原来都不认识，原来不认识啊，对这些东西啊，一个呢，它是大多数是文献，它这个。土人人呢、马呀、动物形象呢，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忌讳啊，跟死人埋葬的东西啊，我们在活人来使用，所以呢，一般呢对这个不埋葬，有的人就打碎，但是他们呢，唐三彩他一摸是没有哭打出来，他的鼻腔里面，他盗墓者进入墨邪，都是墨邪的鼻腔他看不见，所以在鼻腔里面，他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很完整呢？他那个中国人呢有习惯，他那个墨石啊建好了以后。人也埋好了，东西也摆好了，最后要闭门的时候，他要打碎一件东西，要打碎一个东西，他叫碎碎平安。另外一个自己要提，因为那是迷信，它里面有鬼。那么这些人都撤出来，就他最后一个人了，他也害怕，他就怎么呢？撞挡，叭打一个东西，一个声音一响，他那边就驱鬼了，他把门关上。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墓打开以后啊，里头东西有碎东西，就有那个瓷器碗。根本没有经过人身伤害的，也没人进去，让你错，你打开墓葬，你就是破的。他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在这碎碎平安把它打碎了，就闭墓那个墓葬，关闭起来，你才要碎一件东西。唐三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鼻腔里面，他在这个甬道里面，在离的墓穴还有一定距离，沙子把它填好，沙子填好。那么这个唐三彩呢，就是五代。我们在挖那个云台公主墓的时候啊，云台公主墓啊里头挖出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有一个盗坑，有一个盗坑在那里躺斜躺着的，这个老袋就打了打开，他的腰带里面这个尸体里面还有一些金银珠宝，就是吧、他是一群盗墓者的盗墓了到最后呢，五起十沉，他是上面的贼把最后这个贼打死了，但是这个贼我们打开一看呢，里头的这个陶俑啊。唐三彩啊，一个没动，就说明那个人不去访他，没有认识。认识是什么时候？1924年呢，就是修那个金浦铁路，修那个金浦铁路的时候啊，这个修到洛阳的邙山，洛阳的邙山当中是邙山市那个一代贵族啊埋葬的人。这个死人的地方，就是贵族大墓集中的地方，这修铁路打开了几千座墓，其中就是唐三彩。唐三彩呢，就那个就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呢不值钱，没人要，
那个呢，就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啊，罗振玉啊，王国维啊，北京大学的教授啊，王国维他们这些人啊，他们的这种好东西，他们叫唐代的土偶嘛，唐代的土偶，唐代土偶。那么他们呢，他们的这个这些文章考证的东西，考证的就是唐代的这个一个非常高级的艺术品。高级品以后呢，就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贤达的人士，比如说郑振铎啦，啊，还有那个郑振铎，鲁迅呐，啊，还有一些还有胡适，啊，就这些这些人士，那么胡玉芝啊，这些社会名流，他们呢，出钱的买，但是买非常贵，现在那些东西都捐给故宫了，那故宫非常贵，这种黄金的买。还有呢，就是当时那个中华书局那个王云武他们这些人的嘛，完了以后呢，下次这个社会就把那个唐三就炒起来，炒起来了以后呢，社会呢很快就出现了加贵，很快就出现加贵，而且洛阳出现了陶厂，都是洛阳陶厂。现在洛阳的陶厂有那个差不多有百年的历史，就是仿这个唐三彩的那个文物，仿这个百年的历史。但是呢，这个一直到解放前都有，这是一波啊，一波从那个修那个陇海铁路，从那个陇海铁路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一直到这个解放前，解放前这是一波，很多人也卖到日本，销到日本去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期啊，这个甲骨文比较泛滥啊，他侵占中国的商人来赚他们钱。嗯，中国商人呢，就赚了钱，所以做出很多那个甲骨文来。哎，你不走啊？我跑了吗？现在啊，对，弄好了是吧？那么这个一直到解放后呢，就把这个认为一个不耻的行业，就是骗钱，国家取缔了。国家取缔了以后呢，就禁止他们做，禁止他们做呢，就留下了一两个洛阳陶厂，就是一两个洛阳陶厂呢，我们那个当时当学生的时候还到了厂里去看过，他们仿还仿的比较好。这我们的小儿子啊。对，小儿子，这个两个儿子啊，他们说的就把这些人呢否定了。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文化大革命这次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就是市场慢慢开放了，这样开放呢，作为旅游商品。就是原来中国封闭的嘛，国门大开了，国门一大开呢，这外国人就进来了，外国人进来呢，这个旅游部门呢就发动了他们呢做一些旅游商品。你像我们故宫啊，那是有做，在我们故宫招办处就请到洛阳的那个陶厂的工人来工作。那时候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就这么这个20多公分高一个普通的马，在那个1979年的时候卖7000块人民币。啊，那是非常非常的贵。那个做还是按照原来的工艺做，还是现在工艺做的？现在工艺做，就是那个用模子做，还有修做成模子来去压。完全那个日本人什么做？不是，他也不会呀、他是现在工艺做，是现在的仿品。但是呢，他著名是仿品，什么地方做的？那个高级大马好几万呢、那个高一匹高级大马那个时候，但是买都买不起啊，那日本人都买不起啊。那个时候这个。但是我这个到日本访问以后，就说这个希望得到一匹马，这个我就跟那个洛阳陶厂的那个你给我拿，送给到北京来，我要送朋友，他们拿送到北京来，这边就我送给了日本朋友啊，那些高兴的不得了，从最贵重的礼品啊，这个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不骗人的，这个没有什么加不懂的来欺骗，做的也比较好，做的比较真。最骗人的时候啊，就是80年代中期以后，
这是1985年呢以后，那个时候那个直接改变，他就进入了这个古董市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大家都在卖，最便宜的卖掉那个唐三千的马，20块钱买三件，啊，再把一个这个文化遗产给糟蹋了。那么在这里呢，粗制滥造的那些，但是呢，也有做得很精细的，做得非常精细的，那就很骗人的这些，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那么再加上一些过去罗源陶的老工人退休了，他出来自己办作坊，他们有经验，他们做，所以唐三彩的建立呢比较复杂。因为我那个在那个香港去的时候，有香港的那个一个人，一个英国的这个驻香港的首席大律师叫梅阿里，他这个是个老光棍，但是钱非常的多，每个星期啊他都要买东西，买中国文物，他说不买中国文物啊，他觉得他日子过不去，不好过。他买的人很多，他也出书，也收过那个这么大的一本的书，他自己收藏起来。那么他就买了一匹三彩马，三彩马人家就说，哎，说下一个月呀，李志燕要来，你是不是等一等再买？我那个让他来看看一张。他说嘿，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我对这个唐三彩看不好的话，这件东西如果是看假的话，他说，我告诉你，我那个古玩就白玩了。他的香港有很豪华的大的，全是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他那这个那这个东西就看不好，那我就简直这个白玩了。他说我这个花在海口，就25万港币买了以后呢，就我去了，就是他们请我讲演，说讲演呢就把东西拿来，说请你看看。他的意思呢，拿来看看，只让我欣赏他的东西，啊，他说这个不错，你看看我这个蓝彩的马，很难得。我看了以后，我先生说你这个考证了没有？他说我考证了，我经过各方面的考证。我说你那个买的东西，25万块钱买25万港币，我说你觉得贵不贵？他说我觉得很值，我买的非常的便宜。我说我告诉你，你这个是1987年产品，你如果愿意到北京的访问，到我家里，我在书架上送你三个，你去拿去吧。嘿，挺傻的呀，怎么去？就这个，对他也是太自信了，太过分自信了。这个，这以后就发现唐三彩要建立要自信啊。这是跟各位介绍一个，还有跟我介绍一个，就是看那个这个釉啊。这个釉啊，从墙皮一样怎么掉下来？用墙皮一样，墙刷那个墙，刷那个墙啊，刷的不太好的那个釉啊，这个从墙皮怎么掉？凡是有一点点裂缝的那种东西，你们千万不要去买它。这个呢，也是有学的教训的。那么就是唐三彩，它那个胎啊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啊，骨灰就很好。它那个釉啊，它为了得到它那个温润的光泽。那个前玻璃它不是温度稍微高，它也亮吧，它为了得到那个温润的光泽啊，它降低温度呢，所以它就是啊，烤一烤那个釉啊，又加了40%-50%的铅吧，甚至更多，很容易溶解，很容易熔融，那么留下来就挂在这个台体上，挂在台体上啊，它的挂的是不牢的，它一般要烧到700-800度、800-900度的时候，它那个釉跟铅呢形成一种。又跟它呀形成一个离合层，形成一个离合层以后啊，它把它拉住，但是它这个温度啊太低，它为了追求这个光泽，它烧这个600多度甚至500多度，它刚刚融融，它就熄火了。那么这个釉呢，光啊就不像烧高温那个釉那么亮了，比较温润的，就那个比较真的。但是呢，它们又没挂住，离合层没有形成，釉里没形成啊，它慢慢掉。慢慢掉，从哪掉啊？从那个开片裂缝来掉，掉一个，最后啊，掉的直条条来去无牵挂，全部掉光。然后像这种，凡是有这种现象的啊，你们一定不要去买，这个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上当，我还不相信。但是这个我就遇到一个，有一个晚上有人来告诉我这个东西，3000块一个。3000块一个，我这样挤穿着它，你就跟你讲，我算了，我
我今天算是遇到了这个会看人的，我也不往回带了，就因为带了火车上的茶呀，其实茶也麻烦，现在已经揭穿了，就让我送他钱，说我送给你吧，我说不送，我不要送，我你就给20块钱吧，我给你20块钱吧，给他20块钱，就买了我就放在我的书架上，书架上我就跟家里说你不要去动它哈，就三个月，放了三个月以后，慢慢就开始往下掉，他自己掉，根本就没动它，根本我就不让人家动它，我也不洗它，我就动三个月。哎，它掉，到了半年啊，已经70-80%掉光了。到了一年以后，哎，就是一个胎，在拿着敲那个胎啊，当当当的，那响。所以这种这个右面从那个开边起，像墙皮一样往下掉的这个，一定是假的，啊，一定是假的。所以这个啊，这个昨天关于唐三彩的这个补充的内容啊，就是这些。那我们今天讲隋唐时期呢，这个背景隋唐时期这个背景啊，我们已经都讲了。那么这个啊，这件东西啊，就是隋代的这个青瓷啊，隋代北方的青瓷。隋代北方青瓷呢，它那个胎体啊是比较硬的啊，胎体是比较硬，你看这个胎体比较硬，而且呢，它这个特别是这个旋纹啊，这个旋纹因为粗的旋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这个耳，这两个泥条那么一卷在这里一压，很粗壮，这个提上去啊，这个是这个非常结实，非常结实。这个耳朵啊是这么粘上去的，各位朋友大概有这个经那个做过陶艺的人大概会知道它是怎么粘的。但是有的还真是不知道，我们这边我们当学生的，从学堂出来的，我们真是不知道，没这个经验。但是我说，它是用一种什么胶啊粘的？这个胶都可以粘飞机了，这么结实，又是打破了，它这个耳朵这个粘那种都不掉下来，非常的结实。后来我到陶厂去问老工人了，老工人这太简单了，就是那个胎泥，拿了一个钵把它一吸。胎泥一吸了以后啊，把它一吸了以后做成那个酱子一样，那个做的很细，比酱子还细，细细的，然后加一点釉料，配点釉料在里面，再和，然后这个耳朵的这些这个饼啊，耳朵啦、啊，给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啊，沾一点这个，往上一贴，啊，你那烧，结实的不得了，我跟你说，它结实的不得了，因为它那个有釉。这个釉的那个分子啊，钻到那个胎里面去，形成一个非常牢固的那个离合层。你拉着我拉着你，有时候那个耳朵都打掉了，它粘那种还不掉。你要像我们现在，你要去修补啊，你耳朵掉了，你去粘，你试试看。你买万能胶啊，我说是买胶，我到那个化工商店去，我说你能够给我粘上？他说我们那个可以粘瓷器，粘什么东西？一粘过一段时间拉就掉，他那个就是非常结实。那这个也是跟他们工人学来的。那个釉呢，玻璃是比较强。因为玻璃质比较强，另外大多数要上花中土，大多数上花中土。另外这个釉呢，这靠底下的那部分有一点薄弱，还有一点薄弱。还有这个光泽，你看这个温度是烧得很高的，因为玻璃釉，但是呢还不是很亮，还不是很亮，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个现在烧的这个喝水的杯子啊，现在瓷器的量还不一样，往下。啊，这是一个双龙针啊，这个只有隋代才有，这个只靠我们记忆。这个直接是那个青瓷啊，这个北胎的那个青釉青黄釉，偏近有一个很白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这个一个尊，两个龙。那么这个呢，这个是两个身子，那么是当时是装酒的或者说陈设的。那么这个到隋代就结束了，唐代没有。唐代只发现一个，就一个身子，两个柄啊，那个盘口，再往上。这个是呢，隋代的这个一个白瓷的扁平。这个扁平呢，它是在那个，它是从那个波斯啊，还有从那个阿拉伯世界学过来的这个玻璃瓶儿。这个阿拉伯世界，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有早期伊斯兰教了。你们穆罕默德已经创造了原始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徒呢去朝拜穆罕默德的时候啊，要去亲亲他的那个穆罕默德的手，
啊，秦首秦的话是秦他的脚，塑像啊，那个塑像啊，嗯，这个是，那但是呢。